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 Old Man， 再度回来我们的自杀狂人啦。我们今天呢，一样要想办法，再让我们这个死肥宅啊，让我们这个醉汉呢，能够从梦中醒来，拯救他掉落的酒瓶啊。我们要想办法自杀了。哦、啊，我已经有点忘记昨天玩到，不是昨天，我们上一集玩到哪边去了？上一集玩到啊，反正没关系嘛，只要看到有亮光的地方嘛。啊，魔法帽。哦，我们上一集玩到这里啦，第14关啦，接下来第15关啊，就一顶圆圆的魔法帽，巫婆帽，看一下这个又是怎样的一个梦境。哇，这么酷，关掉。哇，这个好酷哦，鸡加兔子加老鼠加骨头加一本书等于带。那我们要照顺序加吗？啊，这样子我鸡要怎么生出来？原来是附魔师啊！我还以为是做梦模拟器啊！居然有一只鸡，而且还是鸡躺在地上，怎么是这种方式啊？被压扁的鸡，还有什么？哇，没了，没了！这里还有什么？这可以出去吗？不行。哦，那这边有一只老鼠。这老鼠的话，应该要用东西诱导它出来啊，才有办法抓得到啊。我们先把鸡丢进去行不行？先丢看看好了、啊。砰！马上就变颜色了。啊，我们什么？一块 cheese。Fuck you！ 嘿嘿嘿嘿嘿。还有什么？一只鸡，我可以先丢老鼠吗？哎呀，总而言之，他没有讲顺序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全部加一加，加一本书我就会死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哎呀，触手奖杯咳咳，还有什么兔子？我在哪里找兔子？重点，这个地方哪里会有兔子啊？我，怎么居然在外面？哇！啊，怎么办？看得到吃不到？那个东西为什么会在外面？这可以推啊、哦！好像瞬间懂了些什么了呀！这可以爬窗出去了。哦，我出来了！是漂亮的世界啊！我们刚穿过这个人啊，走到了这里。走到了，我们现在找兔子哈。这附近呢会不会有兔子呢？我这边越来越黑是怎样？可爱的小兔兔，快给我出来啊！为什么会有铲子啊？啊，铲子是要挖骨头，对不对？哦。铲子是要挖尸体的，你看那边有个坟墓嘛？这谁的坟墓啊？有了！你一定要这样吗？放这里。骨头。拿到了。丢出去。还有什么？没关系，骨头先丢进去一下。这个。往里面丢，待会再一次全部丢进去。接下来再来就是兔子，兔子还有什么要抓啊？还有一本书，对，哦，兔子，兔子的小屁屁，我把它丢进去。还有什么骨头、兔子、一本书，应该就没了吧？那兔子在里面串有没有？那本书在哪里？啊，对啊，这样就成功了、啊。他怎么可以丢兔兔？颜色越来越恶心了、啊。最后再布个下去吧。呵。爆炸了！终于过了，好玩，好玩。
哇，调配魔法耶！啊，这是什么？好，第十六关，我看看，好有趣哦！什么？哎呀，那个脸是怎样啊 ？Luna 公园，好诡异，好诡异哦 ！Creepy， 这全集。都不能揍啊！我以为可以揍说，你看一下这边的假人在哪里？不是假人，我们的娃娃在哪里？嘟嘟嘟嘟嘟，这什么？冠军腰带，放进去，可以获得一块钱。哦，我要这样子赚钱钱哦。等一下，我先去看一下其他地方。这是什么？拿球丢鸡。哇塞，这么有趣哦！这个也可以拿来赚钱钱，这样子啊？版权攻击，够了，一个都没有，我一个分数都没有，拿着丢行不行？有，这样算一分。还有什么可以抓起来丢？哎，那个怎么才一块钱而已？我刚刚把那三角锥放那里也算分数哎，莫名其妙多了四分这样子，好笑啊！好吧，继续逛别的地方。你看一下娃娃在哪里啊？娃娃已经在这附近，这个不能玩。二下耶，没有分数。这个呢，没东西。三角，哎、欸，找到娃娃了。滴滴。好、哦、啊，这边可以往上走嘛？哎、欸，是不是？不行，这边没办法往上走，这是最后端。你看里面是空心的，这个城堡是假的，好不好？所以说我们要快速赚钱的话呢，我们可以直接用这个方式赚啊。啊，我把它丢进去会怎样？没反应，它就在里面这样子。哇，没有别的可以，没有别的赚钱法了。好吧，我觉得这个最快的，那个前面那个太麻烦了，你还要丢了他妈超准的。来。哦，哎呦，哎呦，狂下来这样子，哇，太多了，有点麻烦。好，哇，那火箭筒要10000块，我要如何赚到10000块这么多啊？哦，这样我有弹弓啊。可是，依照这种赚法的速度是没办法赚到10000块跟冲锋枪的100耶。一定有什么 table 之类的，我总不可能一块一块这样转吧？哎、欸，怎么发光？会发光哎、欸！啊，我知道了，玩这个然后用弹弓打嘛，按，啾啾啾啾啾，哦，这样快多了。哎、啊啊啊啊，然后下面那个三角锥有去撞到他，有没有？下面三角锥偶尔也会帮忙打一下分数。哦，越快了，21分、25分、26、27、30，然后有了30分了，给多少？给100啊！没关系，我100块。这个的话呢，可以拿这个，哇，这就帅气了、啊。哦，这个绝对可以冲到10000分的，信不信？好爽啊！这个不要，再一次，冲啊！我为了10000分，10000分应该就要拿来自轰了吧？
啊，不然你来干嘛？死嘞！快点，你要掉多少给我？啊，越冲越快了。六，哇，要七十了，有办法弄到一百吗？五千还可以啦，这样子我就一万了，这个直接掉五千，不错。嗨，我们再打一场，来再撸个一场。Oh.好、哦，再有办法到破百呢？一样没有办法，五千。好，我们可以买火箭筒了。Yo， 彪！我们玩这个顺便炸一下好了。我靠，好吵，好吵，好吵哦！射那个脸！这几分？一百多分！Oh my god! Oh my god!哇，干被我掉东西了啦！好，轰自己啊，应该是轰自己就结束了吧？对啊，没有错啊，无聊。哇，好了，又过了一关了，干超好笑的。再来下一关是什么？一只牛，一只牛是能干嘛？牛压死我吗？摸它，我可以把牛捡起来。天哪、啊，这个怎么看都是不对啊！这个绳子弄到这里来，然后呢，感觉我是需要用这个东西压死自己，但是感觉不出，这要怎么过啊？难道说把牛放那里？我觉得应该没有这么单纯哎、欸。等一下，在这之前是可以跳上去吗？可以哎、欸。这边还有一个按钮哎、欸。我们先把牛拖过去。这个牛没有这样拖，然后完全没反应，这样笑死。哎，那个是什么？哦，有，有了。好，然后如果把牛拖到这上面行不行？可以。然后呢？感觉不太行。什么声音啊？我觉得我先想办法过去那个上面好了，像这个地方，这边地方应该需要牛来当垫板，对吧？不然我没办法上来。我们来看一下这功能是什么。哦，哦，我大概知道了，我大概知道啊。可是这边还有个按钮哎。掉下去，这是什么？还有锅子怎样？喂？哦，这边可以让我直接爬上来啊！这个是干嘛的？放大镜。是不是用光线去烧断它？有没有这可能？我大概能知道这个用意是什么了吧？我想想啊，
锅应该先把那个冰箱给放上拉上去哦，利用那个类似像是投石机的那种方式，让自己被砸死这样子。拉一下，对，然后看看哦，这个我大概能揣得出来，这个跟牛没有关系。哎呀，我们现在只要往前推就好了。为什么推那么慢？对准一点啊！这样应该是有了。原来是被这卡住啊！哇哦 ，amazing！ 旋转跳跃，我闭着眼。我觉得好吵哦，可以不要那么吵吗？啊，算了，这我觉得应该不是放这个，这一定是放牛。哎，咱们的主角是牛牛啦，还是很吵啊，随便。然后啊，我把那东西丢那边，尴尬了，找到不要乱丢了。我们去把那个放大镜。好，给他带过来。那放大镜的话，应该是要运用那个聚焦哦，去烧断那个绳子，是这样吧？那直接拉一下不就好了？哇哦，我们的牛！我懂了，我懂了。好了好了，我想想啊。哎、欸，干，这个坏掉了、欸！哇，我们的牛不见了，牛飞天了！啊，我现在干嘛？让这间谷仓烧起来！完了，它断了！我是不是搞错了什么？对啊，但是你也是得站在这个地方啊。我说这个冰箱有什么用途？冰箱没有什么用途啊！哇，我是不是卡关了、啊？烧不掉任何东西啊！所以说到底是怎么解啊？你说冰箱可以打开吗？我觉得应该要开冰箱吧，是不是？目前就我所知，能做的大概只剩这个了吧？啊，这怎么开？哇，开了！哇，这什么？哇，这么多火箭！啊，是不是要用那个？是不是要用放大镜点燃它？然后这边就会发生鞭炮轰炸，然后我就死了。哎、欸，对耶！哇，着火了，着火了！啊，我要被烧死了，是不是？那、no, 我要被烧死了啊！哇，爆炸死去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有趣有趣啊！动脑的意志啊！我们再过下一关，牛的过完了，这什么时间？时间？哇塞，这什么？怎么只龙？呼，是睡着的龙。哇，在梦中梦到一只睡着的龙，哇，这只龙好帅啊！哇，我的天哪，怎么可以这么帅？睡着的龙，啊，我们现在干嘛？想办法让它醒来，是不是？没有什么方法啊，现在，没关系，我们现在看一下好不好？先来探索一下周遭，这边有一个箱子。感觉这个箱子的话呢，这样子用的吧。有我上来的，上来这边能干嘛？闹钟，没有吵到他，这一定有用，先丢下去，跳到龙的身上，还是跳不过去了。
我卡住了。哇！死局，再玩啊，老头！哎、欸，我跳出来了。然后看一下这边还有厕所衣服，这是给谁穿的？主要是龙可以穿这么大一件啊。还有什么？反正我们就是要设法用噪音吵死他就对了，是不是？可是我们现在还，我想要先找到小人偶哎、欸。小人偶在哪里？哦，这边还有一条小路，难得这边进得来。我们龙尾巴，那一大堆要吃剩的食物有没有？小人偶一定在这附近，找一下。我靠，这边还有喇叭。哈哈，要死啊！来，这些东西都放着。哎、欸，我看到人偶了，人偶在那边。我看到人偶了，远远的就看到了。我们先过去一下，把人偶先捡起来。啊，这个跳过去吧。我来看看。有捡到了，好像也没啥哎、欸。讲实在的，就这个也能不能当噪音啊？把龙给吵醒，然后让龙咬死我啊！这个可以当噪音吧？丢过去，来先放着，放在耳边。噔噔。哦，他有点快要醒来了。喇叭，快点啦，醒来呀、啊，这个小王八蛋！他快要醒来了，一定要这么可怕吗？然后后面还有一个，这个可不可以搬啊？不行，这个可以搬，这个洗衣机，再加上洗衣机的这个加持，应该可以把他吵醒吧。妈的，他们觉得超吵，吵死你！这是有顺序的哦。这个，我觉得呢，这个拿在手上，好，快点了，快速的。然后醒来了，醒来了。哎呀，你要不要醒来啊，哥哥？再放这个，我又不相信。醒来！哦，醒来了，醒来了！哇！哈哈哈！死去！哈哈哈！把他吵醒，他非常的愤怒，朝我脸上喷，这样子，笑死了。好吧，我觉得我们今天差不多先到这里结束哦。对，我们下一集呢，应该可以直接24关全部通关了，就可以直接全部把它玩完了，好不好？我们下一集呢，啊，再慢慢的玩，把它全部玩完，那这个系列应该就会结束。不过呢，好像还会有一张 DLC 吧？我记得这个游戏还有一张 DLC， 就是还有一个外传的样子啊。外传有几关的，这我就不清楚了。好吧，那今天先到这啦。如果喜欢片的，记得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，欢迎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下一集我们继续来玩我们的自杀狂人吧。我们下一集再见面，拜拜。